远同是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智利啊，还有在地巴拉圭的各位侨领，在场各位嘉宾，各位亲爱的侨胞们，大家晚安，大家好，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我今天一早飞机刚下，感谢侨领哈，在飞机上，在机场上来欢迎我哈。飞机还没有降落，在天空中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侨领们挥舞着国旗啊，在欢迎我们大家。那种心情啊，哈，那种心情是非常振奋的啊，好像是在他乡遇故知。那又好像是没有离开国家一样啊，那种心情是非常非常温暖的啊。在国际上支持台湾，他也坚定的认为巴拉圭共和国应该要跟中华民国维持友好的邦交关系。这并不是因为彼此利益交换，而是因为巴拉圭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台湾共同享有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